这是一个在舞台上敬酒的画面，那看起来照片好像很正常，但其实在后置的时候已经加了非常多的遮罩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打开这个 Lightroom 的遮罩的区块啊，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总共使用了六个遮罩，我们一个一个点开来看，好，把这个遮罩的区域，它红色的遮起来的部分拉显示出来，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在修图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要控制它的光影的变化，啊，基调的过渡所使用的遮罩。那可以看一下原片，啊，原片是这样，那在我们修图之后，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光线了。